你唱歌啦，同埋自己參賽有冇試過，都有唔少嘅經驗，可以同大家講講咧。其實我係近排先加入 SSA 嘅，所以教會學生梗係冇Kelvin 老師咁多啦，咁所以仲努力緊。明白，在過程中看到我們的學員他們的進步的、就是、個進度多不多、大不大呢？這個是真的、比我想象中多的、okay. 其實他們進步得很快是、所以、見著他們一點一滴地進步，其實我覺得很欣慰，作為一個教育者。雖然你不是參賽者，但是你第一個出來都有少少的壓力，我還要出來呢是有少少 show off 的。為什麼呢？你的即表演的作品呢，哇，我一看的時候，哇，你唱這隻很厲害、不是個個唱到。告訴大家，你想送一首歌給給大家呢？好了、這首歌的歌名呢就都挺長的，是的，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。 OK、有很多朋友都曾經去翻唱過，原唱就是林志賢，是不是？為什麼會選這首歌呢？其實我覺得、撇除、老師身份，其實我自己都玩很多、歌唱比賽，來到醫館這麼大的場地，其實我都想將、練習成果啦，也都想將這件事作自己一個挑戰、去展現我自己的成果。好期待啊，喂，孭住我哋 Sing Soul Academy 個牌頭嘅喎，孭住個招牌嘅喎，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？啲高音我頭先咧喺後台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間房喺我隔離房啊，佢係咁唱，起碼唱咗三十幾次。我由我嚟到而家，真係聽到佢唱咗好多次，非常之好聽嘅。將個時間交俾你好嘛？多謝。現場朋友，你掌聲 ，Dennis。好啦，唱呢首歌咧係需要啲支持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齊揮下手，一齊享受下呢首歌嘅輕鬆嘅氣氛，算唔算輕鬆咧？啊，大家一齊揮手，我輕鬆啦！嚟啊！
多謝你 Dennis， 唔該曬，哇！師弟你～